你母鸡，我公鸡，我们一起生小鸡，行不行啊？绳子都有啊，看你喜欢哪一种。阴魂不散啊？什么叫阴魂不散？我在哪你就跟到哪。这个叫缘分，美女。要不我俩结婚吧，那么有缘分。你问问老板。老板，要不叫他跟我结婚？哦，做不了主啊，老板肯定不同意。哦，这是你要穿绳的货啊？对对对。哦，这个漂亮。刚从那个工厂拿出来的。这哦，飘兰花的龙，落冰的。穿绳，怎么不把你连你一起穿了、啊？就是把我的心、你的心穿一穿，穿一个同性恋。这个我喜欢。你喜欢不行啊？为什么不行？有客户定掉了。有客户定了、没事，你跟他说你的大老板截胡了。他出了多少钱？他出到35000吧。35000？放屁，3500吧，这个货35000。4000我给你，行不行？4000，不要乱说，成交，不要乱说。哎呀，懂不懂货啊？我怎么不懂货？你懂不懂货？我懂，4500，截胡，你这个就3500成交的，你别哄我。这种货，这种货就是4500的，四五千的货，3000多，四五千的。我4500，我是觉得你漂亮，我才给你这个价。要是你不漂亮的话，我跟你说，我2000块钱收，对吧？有时候，颜值是可以吃饭的啊。你看嘛，穿个绳子还要几十块呢。那我出，好不好？你重新给他找一块，这个我真的对装，真的不行，就4500。哎呀，不要不行，女人不能说不行，男人不能说不要。最低6000。哎，什么6000？哎呀，哎。4500太低了，不行，我真的要那个已经定出去了。就4500了，行就行。那你穿绳。好，我穿，来，老板穿个绳。你给钱啊、哦。我给。我觉得你真的太漂亮了，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啊。每次看到你，我就觉得那种小心脏要跳出来的感觉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这是什么原因啊？哇哇，被你这样触碰了一下，我感觉浑身都发抖啊！老是那样开玩笑。没跟你开玩笑，我正经人，我说的都正经话，我说的都真心话。你要不要那个东西？我要，4500成交了呀！好。那我去找你。不要走，不要走。你来了就想跑啊？你到我这里是什么？便利店呐、啊，我要走了。你知道你这样很机车哎、欸。我走了。什么？你走了？你去哪里？回家吃饭。你逃得住我的手掌心吗 ？No。怕了你了。以后叫我恶魔。那以后我叫你仙女好不好？仙女。我是恶魔，你是仙女啊。笑话的。对不对？恶魔就专门收拾仙女，好不好？好吗？你开心就好。好。你开心就好。仙女姐姐。是吗？啊，你够亲的。好，那不说了啊，就这样，我等一下去我公司拿钱啊。黑不黑啊？黑呀。你还是广，你还说广东话啊？黑呀。啊，哎，我教你一句啊。你母鸡，我公鸡，我们一起生小鸡，黑不黑啊？你母鸡，我公鸡。不行，有点上头是吧？对。I love you.